咱们虽然说急着要孙子，但方式方法上可以注意一下，是不要去干涉。你可以做意见参考啊，更不能去说做什么换药啊、扎眼啊。是，另外告诉您一个好消息，他其实来了，你收拾好眼泪，好好跟他说，他现在在第二现场，我们隔着屏幕先跟他聊两句，你看怎么好吗？行，来，我们打开第二现场。你好。你好，主持人。您贵姓？我姓刘，我叫刘鑫。我之所以没有露面，是因为之前我和婆婆在电话里的时候经常会说到这个话题，一说到这个话题她就特别的急，然后会生气，我不敢面对她，我怕她生气，同时我也心疼她。没事儿，欣欣，咱们唠唠，好好唠唠行吗？你对这个生孩子事的态度是什么？我的态度是，我不是不生，我是想等我事业再稳定一下，再等两年再生。你爸妈的意见怎样？其实我爸妈跟我婆婆的态度是一样的。两边都逼呀？两边都一样，他们都天天的催我。那你丈夫呢？我丈夫支持我的想法。你丈夫支持你，你看，最关键是主要的问题没有解决啊，有叛徒，啊。